小达达，你在这里给我守好赛罗，我现在再去把格力乔跟小赛罗抓过来，他们一家就齐了。可是达达爸爸，我害怕，如果赛罗醒过来了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小达达，赛罗的双手已经被我捆了起来，他的光之能量也被我提取了出来，放我裤兜里了，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光之能量，你就放心好了。那好吧，达达爸爸，你快去快回，小赛罗可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伤害他。你这傻儿子，我们是怪兽军团，怎么能跟奥特曼们做朋友呢？他们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，他现在跟你玩，可是等小赛罗他们长大了，他也会抓你的。不会的爸爸，小赛罗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是不会抓我，不会伤害我的。小朋友们，我是赛罗，你们能听到吗？我现在因为没有了光之能量，不能发出声音，真希望有谁能帮我告诉小达达，不管是奥特曼还是怪兽，只要不做坏事，我们奥特曼是不会抓他的，让小达达放心跟小赛罗做朋友，拜托大家了。风筝三起